如果你什么都想吃，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到世界上其中一间最大的餐厅，也就是 Cafe Deco 品味自助餐了，因为这里呢能够满足你对食物的所有欲望。这里的选择呢是应有尽有，有新鲜的长脚蟹、翡翠螺，还有河虾，当然还会有最新鲜的生蚝，东南亚的各种美食近在眼前。如果呢你喜欢意大利菜的话呢，还会有各种美味的意大利粉，就是你能想到的食物这里全部都有，可以说一定能够让你大饱口福。凡是呢能够在计程车上看到 Cafe Deco 的推广节目的话呢，都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，机会难得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。